我真的非常感谢台中荣总所有的医疗团队对我儿子那么的照顾，真的是从心里打从心里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，竟然会有这种荣幸做到这种照顾，真的非常的感谢。那也恭喜这个宋同学啊，这个希望能够早日康复啊。那回去的时候呢，要饮食正常，生活作息要正常，不要熬夜，起来走路的时候小心哦，不要摔倒了。很快啊、哦，就可以回到学校跟同学，哦，再见面了啊、哦，就再继续这个